盘来，来哦，来哦，一盘。跳舞超好看，哎呦，跳舞超好看，身材又超好。各位，这个是舞蹈世家，对，爸爸是应该是台湾界的国标的，应该说教父啦，台湾界，台湾国标界，对对对 ，OK OK， 是，因为今天搭档的人就是爸爸，是爸爸，而且他已经快70了，还被我拉来。哭哎，好感人！对，人生70才开始，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事情，莫过于可以跟自己的爸爸一起表演，对不对？嗯，开心吗？好幸福，好幸福！好开心哦！好像跟我一起工作，他不太爽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怕你确诊染给我。而且爸爸也是刘真姐的这个启蒙老师，所以我是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跳舞。另外一位流行爵士天后叫丁丁老师，丁丁，对对对，他是深受我的影响。丁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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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，好，那赶快欢迎他们两位吧。好，欢迎大将出场，蔡辉煌大师。有啦，蔡老师，这个还不熟，拜托。哎呦，他们站在一起就已经好感动了。对呀，真的感动呢。而且为什么他们站在一起比我们有气质那么多？不要这样，人家穿古装嘛，跟女儿一起表演呢。非常的开心。嗯，跟你要跳好像起舞弄轻盈，何事在人间？哦，这么辛苦。是非常有感觉。妈妈是爸爸以前舞伴，但是妈妈后来意外走掉，爸爸就没有在比赛啊、表演啊，就比较没有舞伴，没有固定的舞伴。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想跟爸爸一起共舞这样子。对，好感动哦。对呀，很棒哎。这人生就是这种感觉。有一个电影有没有？男主角是 Brad Pitt。布莱德皮特最帅的时候，他演死神哦哦，超帅的。对，死神爱上他女儿，然后他要来带走他爸爸，然后父女真的很浪漫，真的超浪漫的。他没有要跟你跳的意思，怎么人家僵尸很远，跳错的啦，他就是华尔兹呢，你们怎么变老鹰抓小鸡？神经病，那么浪漫的画面。好俏皮哦！好活泼，太热了啦，我们就只能跳这种。宪哥，刚才是气质的华尔兹啊！哦，棒棒棒！哇，我自己 Q， 自己 Q 起来了。来来来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好看哦！啊，对嘛。这是华尔兹，不是兔子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家就是这样子，不学无术。我们兔子舞是有升级的，小白兔爱小白兔爱跳舞，月月光下学跳舞。我真的要笑死！你干嘛那么不服输啊？你我是罗浮童子军啊，搞清楚，来一起看男表演。哎呦！
尖叫声。Cindy 在旁边讲，他说眼睛眼噙着泪水，他说，对，其实他非常感动，对啊，好很厉害耶，跟爸爸一起共作。其实我这一次会选这首《捍卫战士 Top Gun》，我没有跟爸爸讲为什么，他说宝贝这首很老哎，那个小明星在跟班这么时尚的节目，然后我有个秘密一直没有说，因为妈妈跟他们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，然后我们家是开舞蹈教室的，然后我就看着我爸爸妈妈在跳 Top Gun， 那时候是第一集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，就觉得润爸这个舞也太美了吧。但是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因为他们都很忙着教舞，所以其实我对国标是又爱又讨厌的那种，因为他因为跳舞没有办法陪我长大，怨职啦，对对，做什么他都怨。但是因为爸爸就没有跟妈妈跳之后，这首歌他再也没有表演过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再跟他绝响，对，再跟他共舞，这样让他回重温一下跟妈妈跳舞的那个感觉。蔡老师太令人感动了，也因为你们这么一跳，汤姆克鲁斯还拍了续集，没有啦，他那个性感的丁丁老师，哇，哎，看起来很辣，勾一勾一样，哇，整个起来，对，两个出来就性感哦。我这一组我真的不敢比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前辈老师嘛。那丁丁老师他是之前都获得那种台大杯很厉害的第一名的老师，所以他们都很会编舞。那我刚刚看到蔡老师教父，他就是这个表演，他眼神刚刚一直就是瞪我们这个观众，他都不害怕，他只是专心看他，想说哇，他一直瞪我们，想说我们有欠他钱是不是？这个 in English 来讲叫 confidence， 很有自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猛龙。蜥蜴，蜥蜴，抽筋的蜥蜴。很有自信。在我说，跳舞除了跟女儿跳，也是跟观众跳，也是跟主持人跳。是表演很重要。You and me dance。自信跟认真，就像宪哥讲的，所以两位就是我心中跳起舞来，哇，那真的是自信跟性感的不得了。对，真的真的。跟爸爸一起工作很安心。对，因为他那么风骚，不需要我表现了，你在旁边瞎忙就对了。那我要帮他说一句话，就是其实真的性感不是露多，自然呐。对，好，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。